I'm Emma, one of the teachers at Manchester Confucius Institute. At first, I want to show you a video. Wow,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here. What are they doing? In a dragon boat race. Why do they race dragon boat? Because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. 端午节，人们在端午节这一天会赛龙舟。那你们知道端午节是哪天吗？端午节是每年的五月初五。中国有自己的日历，叫农历或阴历。端午节是农历的五月初五。那今年的端午节是哪一天呢？是六月十四日。为什么端午节要赛龙舟呢？很早很早以前，楚国有一个人叫屈原，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。他聪明能干，经常提出有用的建议，人们都非常喜欢他。可是，有的人害怕屈原被楚国的国王重视，于是每次屈原提出有用的建议，他们就反对，并且在楚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。如果你是楚王，你会相信这些话吗？慢慢的，楚王相信了这些人的话，开始讨厌屈原，也不听屈原的建议了。后来，楚国被别的国家打败了，屈原非常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屈原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，于是，在五月初五这一天，屈原跳江自杀了。人们听说屈原跳江，纷纷划着船去找他。可是没有找到，人们害怕屈原的身体被鱼和虾吃掉，于是就往水里放饭团。可是这样的饭团放到水里会散开，怎么办呢？人们想呀想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用叶子把米包起来，然后放进水里。于是，在每年的五月初五，人们都会赛龙舟、包粽子，来纪念屈原。最后，祝大家端午安康。